荣及功福，自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诵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。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内不缠，念经心陀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贞。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。诵念佛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同顺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佛佛大慈，为救九六众缘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佛佛曰：家中有本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而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佛佛，恭请南无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诵济公佛佛救世真经第二遍。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，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运运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，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德泽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，应生下凡思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印到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到德阳，万般咸阳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，无私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迷失会相求，太太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愚直离苦人，二六十所依，五气朝元已几回，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归一安，心明善难离，经文悟透莫迟疑，硕师点化脱苦之，学治中庸病，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望向财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是明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，过物善改助善科，
喝成过后苦海淘，似龙即公谷，自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因为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人，心诚前拜送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内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，不入前缘亨利贞。诵此佛陀经，福慧双增长；诵此佛陀经，子孙得安康；诵念佛陀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；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；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王灵超得超生；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回救九谢六谢。众园林。了却人生死生路，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，邪魔永消除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佛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无边。老幼康安寿延年，奉请南无大他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他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，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。八个、九个、十个所，恭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点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丘陵挂圣号。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集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寡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元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正通天窍，无影三钱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慈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慈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适得西来白娘子，将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慈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。劳孙一马念无声，劳模降下真天作，用心慈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号事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救苦天尊的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清领红华显神通，
舍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无妨赐令记下身，说服蓝颜归正宗，来王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差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王良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冯文信，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功转成。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祖先。回向于父母。回向于子女。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。南海古佛。济公佛佛。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，世所至道。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以上后写导读完毕，感谢各位前贤，今天后写就导读到此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好，大家晚安。谢谢信坛主导读，谢谢，也谢谢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回向哦，晚安。哦，感恩啊，红坛主持这样，晚安啊，前贤们，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。哦，护林的晚安，组长晚安哦。感恩，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护林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哦，晚安哦。哦，徐讲师啊，晚安，晚安。领任，晚安。